不太亮了。我擦一下镜头。嘟嘟嘟嘟嘟。那不行，你妆还是太红了点。说起来，我今年好像没有放过大家鸽子呢。你觉得这是一个进步？而且我没有登错账号，我刚刚用的是成员版，就是刚刚看直播的时候，它跳了一下就卡住了。什么是百万问答？不懂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染头发？虽然这个灯光看起来很黄，但就是，对，我就是直播给你们看看我的新发色，就是感觉要是再黑一点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吧。不是紫的，是红橙色的。其实我是想染一个蓝灰色，就是想染的，就是比较高冷一点，是比较符合我的气质。对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样？新的发色，可能这个灯光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，所以不知道剧场上镜会怎么样。剧场要是上镜好看的话，我就不染回来；要是不好看的话，我就再把它染深一点。百万问答是什么东西呀？王俊的照片啊，我之前泡君君也要给他放床上去了。我这还有套毛巾。他已经2天没找我微信聊天了，是2天吗？是吧？我最近新买了一个加刘海的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？我发现这个可以夹刘海儿哎，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夹出来的刘海儿还可以看，就是这个是红橙色，其实很想染，就是小绵羊的那个红色的发色，很喜欢啊，不行啊，说到这个，我就心又好痛。明天要做个什么造型的啊？本来想，就是想排好练之后回来好好想想。那就差不多就这样卷卷了，大晚上的。哪有？这怎么是腮红？是我天生丽质自带的好不好？我没有小号，我是有一个小号，但是但我刚刚用的是我的大号。等我左拥要抱的时候，对，今天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今天在后台遭受了什么，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有幸，就昨天晚上小后辈他们过来就是要用舞蹈房嘛，然后来录个舞，然后就有幸，我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就我看他们练舞就不错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聊天，然后就然后就今天我刚到剧场，我在等待化妆嘛，呸，我在等待染发，然后就坐在那边看 MC，他们就过来一个一个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就很闷，因为我还没怎么睡醒，然后就是
你们谁呀？就表现得很冷淡，就是可能比较会体现我一个高冷的状态吧。不过明天碰到他们的时候，应该是我已经化好妆、已经很精神的时候的了，然后就可以好好的跟他们合照。其实今天本来打算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合照的，但是呢要发车，对，不然我自己回去，不行不行，那还是跟车。对。里面我比较喜欢张希的屁股，都 很奇怪，关注点很奇怪，就是跳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有一个人的声音，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的腰，还有一个人的屁股，会比较喜欢，就他们人都很小个，就胸也感觉也挺小啊，对，昨天电台。我没来得及跟他们说我在开电台，然后就他们好像在说话，我就赶紧就先不跟他，先赶紧关了再说。对，要赶紧关了，不然你们会知道我是怎么浪后辈的。这种招数只有我可以知道，对，不然的话，要是别的成员知道我在浪后辈，我怎么浪后辈，就是怎么样真情实感浪后辈，别的成员知道的话，那他们也会用。对。没有，就是说，就是虽然他的屁股不是很大，就是但是很翘，也不是很翘，就是就是跳起舞来挺好，挺会扭的，不是佳佳鱼，你们不可以，你们不许你们喜欢他们，不可以，我要生气了，FT 的87。我就认识马凡，FT，我就认识马凡啊，鱼哥啊，毛毛啊，鱼哥啊，毛毛啊，还有仙妮啊，还有妮子啊，还有谁？马凡，鱼哥，毛毛，妮子，还有大头，对，我说怎么少了一个？就我进今天那大头那个 unit，为什么他跳一个动作都那么是，就是为什么一个动作都那么好看？哇，震惊！对，我今天在李星宇的微博下面看到了几个我的粉丝的 ID，你们还算我的粉丝吗？我只是去马凡微博上面查个水表，我去看看小鲜肉的微博，然后一看，要哭唧唧，要哭泣了。没有人能抢得了我的小文。小文今天还问我要不要点烧烤，我说不，我明天要公演。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小文。哎，我说小文那他想找我，不用找那么蹩脚的借口，对吧？想找我，也可能人家叫小雨啦，我叫小雨，我是小雨，小文跟人家亲亲算什么？我靠，我又想到我的绵羊啊！谁要给小文亲亲？我。这小文超级大直男，谁要跟他亲亲？我的小绵羊！但是蒋正天上次他跟我解释了半天，他说他对小绵羊不是那种感情。然后我什么时候对小绵羊是那种感情过了？就是很崇拜、很敬佩，就是想要守护的，就也不是想一直看着他 TIP 看，就是就是他跟我解释了半天，然后我，然后就，对，然后那天本来想陪蒋仁婷睡的，然后我在李佳恩床上躺了半天，躺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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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睡他床还是不太好，虽然已经睡了半天了，然后我还是悄咪咪的走了，因为蒋仁婷睡在那边，我怕她睡不着，什么是那个上面有个吃东西的？我智商当然超高的，我超级聪明的，就是可能没有展现的余地，可能就是
你们，我聪明，聪明在哪里？我聪明在，我厉害在，你们永远发现不了我有多聪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说听，嗯，对一下别，那也不行，不行，他都洗过脸了，那不行，对。放屁！我睡觉才不打呼呢，是他睡觉，他睡觉先睡了十几分钟，打了十几分钟的呼，然后我，因为小文从来都不打呼嘛。对，他睡觉还流口水，他枕头上都是口水。我有说什么吗？再说百万人打人数还不够。我有说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有说呀。那感觉这会发生，现在刚好黄。不行，感觉今天不怎么好看。不，对，上次回家，妈妈给了我一盒巧克力，是她同事去买的，在外国买的巧克力。对，封面怪猥琐，选什么？48和1分钟吗？是什么？48题库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诶？这什么？诶诶？48题库有包括开闭吗？有我大 AKB 吗？诶，没有我开闭的话，我可能有点难。而且我开闭，我可能要15年之前的我都可以。是豆豆，我点了，还有30秒，没有开闭吗？啊，那就塞纳河待会儿，我，那我这样子岂不是更好看？什么？为什么手机在震动？黑夜女神，美丽世界，C。为什么每天有那么长时间吗？哎，你们谁有带电脑可以搜一下吗？这第一题你们都不答不对，还要复活，什么鬼？啊？主要是 B 界什么鬼？啊！大家说你们不能发弹幕吗？那我岂不是GG 完蛋了？耶！我答对了。啊，真不愧是我，太聪明了。是记得不仅哦，我记得以前 B 站答题啊，那边搜，点击开始下一题。好，题库哎，有题库吗？好，下一题。我靠，王子杰，哈，哼，我谁知道谁管你？你谁呀？你谁？我窒息。对，我是瞎选了一个二，对吗？啊，错了！哎，为什么？正确答案是什么？靠，谁推王子杰？谁管王子杰？我们是翻小偶像还是翻王子杰的？窒息！C，这个题目是这么玩的吗？感觉，哎呀。
还行，我觉得可能那个百科问答会比较适合我这种高智商的，因为不然这种常识类的游戏，我可能，对，因为我当时我落选了之后，我是非常不开心，哇，ACH 什么玩意儿，什么就是，我还有黑过个别成员，不过还好都不在，对，当时是那个样子。纽约梦，新的旅程。当时我可生气了，我还私信关伯君，我说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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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Love letter，其实昨天我在舞蹈房，然后他们 FT 进来说要录个视频的时候，其实我一开始就其实挺难受的，然后但是就是又看着他们就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用功，然后追逐梦想的样子，我就想就是他们也是没有错的，对，错的也不是他们。他们也是跟我一样，都是追梦的少女，所以就是对，也不能怪他们。油塘四少啊，飞丝杨杨飞丝，他不是，完蛋。完蛋，我打错了。我打错了吗？徐熙阳，哇，我答对了耶！我居然答对了，我还以为是杨飞丝，因为我印象中只有这个名字。Team J 成立日，我靠，谁管他？神他妈 A B C D E F G，他们去年万圣节吗？我不知道，去年那个谁，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？77生，他们87生，差不多，国庆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我们，我干嘛要知道他们？关我屁事！答错了，哦，我哪里有骂人？《西云传》原创角色啊？我哪里知道原创角色？答错了，那感觉现在存活的人不多了。对不起，我没能好好的引导你们。他每天只能开一次这个吗？
哇！我竟然答对了，我选 A。哇，对了，哦，这么快说，哦，我简直是天才吧？对，哇，さすが私，真不愧是我。随便选一个。那关于什么样的问题，我竟然答不出来。我的羊。是老王那题就凉一半，那答案是几呀、假推吗？那没事，我还有一个推拿宝，少女的秘密日记，是这个吧？我不知道呢，没拍过。是。这个要结束了吗？答错了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是两个人？还有一个，哇，那大姐不是赢了？朵唯女性手机。胡小慧吗？我不认识，呸，就是不熟。我只知道费清源代言过 iMo 手机。哇，全队的那个你也真是浪遍全团了，比我还浪。哎，可以结束了吗？我觉得，这个还可以再开吗？这个还可以再开吗？哒哒哒哒哒，哦，一天一次，哇，早知道我12点前开了。对，看来我还是不够浪呀。对，你们以后不许说我浪了，看我连分团都不知道。下次我觉得应该出点四八题库的。百科难吗？百科我觉得还行吧，至少比那个，比如说什么，王子杰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袜子？王子杰头上有几根头发？一根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有那些题目，这些题目太正经了，就是怎么说，太简单了，一不小心就容易答对。我觉得要有那种，比如说，张怡今天掉了几根头发，什么，还有什么，刘子燕今天画眉毛了吗？然后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？对，今天我给马凡画了个粉底，哇！你们知道吗？我那块新买的粉饼，然后用掉了快1/3了，也不是快1/3，大概1/4、1/5，就是超多，已经出了一个坑了。就是我就给他打好粉底之后，我就给他定妆，然后把他弄得很白，然后我就震惊了，啊，很窒息，然后我就想。我就给他打了个底，然后我看了看旁边在染发的水水，不对，那会儿水水在洗头，然后我心想，心疼，对，但是感觉水水素颜就是很英俊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他躺在那边洗头嘛，然后很人很瘦，又很瘦。很瘦小的一个人，
对，太熟了。对，就躺在那边洗头，然后就是，五官很立体，自带阴影，也不是，就是，水水还好吧？水水是确实还好，也不怎，其实也不怎么黑，没有，我是说他因为自带阴影，所以五官很立体，就是怎么说很好看，喜欢他的眼睛很好看。突然间脑海中想象到水水对我 wink，然后不自觉的就叫出来了一声。就跟你们讲个故事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很那个的事儿，也不知道说出来好不好。就是我今天不是和徐艺，呸，就一起上电梯嘛，等电梯，然后在那边等电梯，然后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扎双马尾的女孩，双马尾那种卷卷的，然后看起来特别特别可爱，背后一看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，身高又比我矮，比我矮，对，身高比我矮挺多，然后我一看。哎，这不是飞行员吗？因为我想他刚刚应该录好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，那个什么索尼，然后录好那个玩意儿，然后上楼嘛。然后我看，哎，我还在想，我叫他飞行员，飞行员，然后他不理我。我说，飞行员，你怎么脖子？你头皮怎么比脖子白？你头皮怎么比脖？呸，你脖子怎么比头皮黑了很多？然后这个时候，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，那个前辈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，可能把脑子给丢掉了，然后没反应过来。我想，怎么飞行员换了一个妆容？怎么不太像他？飞行员怎么不太一样？然后看了看旁边许弋，是前辈，然后。对不起，身高太像了。然后我跟飞行员说起来的时候，飞行员说他比飞行员要高。但我觉得比飞行员矮。那是谁？那有机会 MC 的时候说吧。我好好组织一下语言。对，我觉得很适合在 MC 上说。你们不要问是谁，哪来那么多人？就是你们猜着吧，我不会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自己去猜。对，对，然后我就想，我们房间不是太小了吗？就如果做出一个隔层一样的房间，那但是那会比较适用在身高比较矮一点的成员，因为我们楼大概3米吧，隔出一般就是1米5。他身高1米5的话，就可以自由的2层楼都可以自由的通行。这不是那宝，就是可以自由的通行。对，我今天给马老师发了个微信，他还没有回我，但是我猜凉了，也不是，就是对，看我以前给他发的微信，他都很高冷的不回我，唉。今天马老师夸我眉毛，说我眉毛都快上天了。对，他说我眉毛都快上天了，就是一暗示我像一个仙女，像天上的仙女一样，就是本为天人。就是什么，怎么说来着？对，我眉毛都快翘上天了，就是说。暗指我的手快要触到天，就是，对，我是一个仙女，他在夸我是个仙女，说我眉毛非常的翘，他在夸我，我当时在染发，头发全部扎上去，就头发全部梳上去，没东西遮脸，脸有点大，不太好意思看马老师，然后就很唯唯诺诺的说马老师好。心里想着，哼，等本姑娘把头发放下来，看我怎么好好的跟你说老师好。
给你鞠个躬，说老师好，嗯。对，因为当时就很滑稽，一个大圆脸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以前小学不是会有那种画脸游戏吗？一个大圆脸，然后上面你画了一个往上翘的眉毛，不是很滑稽吗？嗯，对，等我把头发放下来，咱们走着瞧。不要欺负我，现在没有遮脸的头发。嗯，不行，现在没戴，肯定是因为发型不对，发型不对。肯定没戴帽子。我今天没有打阴影。其实我是有想过，就是对，我学到一个，也不是学到，就是我上次不是说打阴影的最好，就是画发际线最好方式，我已经学到了。对，然后就看到有推送什么，就知道怎么去画发际线，怎么可以就是让自己如果脸大的朋友，他可以把头发不是在这儿吗？然后他可以把头发画到这儿，对，这边全部都长满了头发，就是说你的脸就会瞬间小了一半儿，哇，美滋滋。我觉得可聪明了。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聪明，然后还看到他说什么，如果你没有下睫毛，你可以自己画下睫毛；如果你没有眉毛，你可以拿眼线笔画眉毛。就是你没有什么，你可以画什么。我可以画一个遮脸毛，这样子我以后把头发剃光。然后每天都拿眼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我都就涂满，哎也不行，太奇怪了，所以以后贴着脸画几根遮脸毛，哇，机智！不行，我有女孩子喜欢的，明天就找给你们看，明天我就让小黑别说喜欢我，哼。不就是再说一再说一个梗，就是很有意思。我是想剪短头发来着，但是，但感觉我现在还是长头发吧，因为想扎双马尾。那个要说裸奔的，你应该已经剧场裸奔需要裸奔十几次了吧？好，我觉得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明天我们8点半就发车，哇，太刺激了！就是12点还有一日店员，可是，没事，好，就大家早点睡吧，你们不许卷腿。拜拜。